我叫谢有英，是一名民间灵异事件调查员。2016年，我前往东北某地调查一宗本应该只发生在传说中的神秘事件。可没想到，我刚到那里，就被牵扯进一系列可怕事件中，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份古书说起。走不走？刘二刘明，要风要雨。没完没了，姐大爷一阵仙风出窍。哪里走？大天梯。怎么走？一溜烟。快点给他搭个梯子。老师，看着脚下，慢点，谢谢老师啊，慢走。哎，大哥，麻烦跟你打听个事儿呗。什么事儿啊？我是从外地来的，我经过你们家，觉得你们家好像不太对，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是我二叔被饿死鬼给附身了。那您能让我看看吗？看什么看？都完事了。嘿，你什么意思呀？看着前面那小哥了吗？就是他给破的。他是你从外地来的，他你不认识，东北马家的。这么长时间了还这么点钱，以后学学人家的庙，照这个样子下去迟早得饿死。
抽，就知道抽烟，也不用钱买啊。钱呢？李大友，你怎么要钱的时候就打这么准呢？少废话，我问你钱呢？钱呢？帮人去各自的钱呢？钱呢？钱呢？哎，眼门子呢？啊？辛苦马大公子了啊！2块钱，李大勇，你咋这么抠呢？你就不能多给本公子一点啊？别跟我装什么公子啊！你现在可是再追只身，你爹把你放到这里玩变形计的啊，还想享福？等一年之后刑满释放再享出去，明白吗？那你告诉我2块钱能干嘛？2块钱我去公厕吃大便我都不够啊！公厕你还能去2回呢？不是我说你，哎呀，你说你多闲着慌，去公厕还他妈去给钱呢？我跟你讨论的是公厕收不收费的问题吗？我跟你说，李大勇别过分啊，好歹我也是我们马家。好，你是马家四公子，驱魔人里你最猖，你最狂。嘿，好了吧？啊，钱要不要？要不要给我？要不要？你去对了。啊，还有一件事啊，今晚上的晚饭你自己搞定，我要跟人出去打。讨论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搬动4方体啊，到时给我留个门就行了。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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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有时候我真服了你们哥俩了啊！一个抠的放个屁都恨不得自己吸进去再放出来，再吸进去再放出来再吸着，一个比闹钟还准时。好，行了，快点，赶紧的，赶紧的，走，我去换件衣服啊，快点！哎。小马先生，不好了，又有人掉水里了，你快去看看吧。小马先生，咱们快点，他们就在前面。小马先生，大叔，怎么回事啊？也不知道怎么了，眼瞅着往河里跳，捞上来就没气儿了。谁说没气儿了？这不还喘着气儿呢吗？哎，你看，眼睛睁开了，李大爷快看着。哎，对，睁开了。这孩子，那眼睛就大的啊。往哪看呢？这儿。啊。2分钟。照这个速度下去，2分钟孩子就能满地跑了。用不上，你看手都动弹了。哎，小子，赶紧起来回家去，以后啊别再可别删了。对，赶紧回家，快。对了，这不就睁开了吗？呀，真活了，这神了。行了，回头叫着孩子他妈去庙里还神，多准备点好吃的就行。没事了，赶紧带他回去吧。还是半年前淹死那个呗。嗯，都已经2回了，再有一回就只能变游魂了。哎呀，这也不能怪你啊，如果不阻止他的话，这一天一天死人跟下饺子似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小马，这人世间上的事啊，不是你想管就能管的。你以为我想管啊？哎，你平时挺不着调的，关键时候挺能转词儿啊。哎呀，那你看呐，知识分子嘛。平时啥呢？我去打麻将了，你自己回去吧啊。是他妈那头吗？别掉河里去了再。孩子来，叔子那个别损。请问一下，刚河里面那是什么东西啊？你谁啊？什么东西啊？啊，我叫谢有音，我就是想问刚河里面的那个。别瞎扯！装倒霉呢，跟我走。你刚才是作死，你知道吗？那东西能瞎指吗？回头再把你指河里去。大哥，那是什么东西啊？水鬼呗。哦，可是你刚才。我跟你说啊，水鬼这东西专门在水里拿替身的魂儿，
这种鬼被水浸泡的时间长了，性格变得生性多疑。溺水的人救上岸之后，即使没有救了，也不能说，要说还有救，这样才能骗过水鬼。等他打开竹筒，魂飞回来，人就有救了，懂了吧？哦，原来是这样啊！啊，大哥，你真厉害。哎，我看你这眼睛挺特别的，能瞧见啊？哦，我这个眼睛偶尔能瞧见。大哥，我这是阴阳眼吗？你这可不是什么阴阳眼，你这是被迷住了。被迷了？被什么迷了？奈何桥听说过吧？传说在奈何桥边上有一种叫不流行的野草，每年三月初七，阴间刮大风，风吹草籽，前往投胎的人如果不小心被草籽迷了眼睛，下辈子就你这样。这么神奇啊！哼，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一个女孩子挺不安全的，早点回去吧，我走了。你等一下，你知道祥云寺怎么走吗？听说那边有很多灵异事件的发生，我想去搜集个材料，顺便借宿几晚。你知道怎么走吗？啊，但我听说祥云寺借宿挺贵的，你小女孩有钱吗？啊，有啊。八十啊？八千，住半个月，不够再补嘛。我知道怎么走了。哎，跟我来。这个就是我们祥云寺，不过方丈带弟子出去传佛受经了，目前寺庙就三个人，不过在的就两个。哦，那位是？啊，这是我们寺庙的吉祥物，他把自己当熊猫了，这不在吃竹子呢吗？来，在这边看，这个是正殿，哎，旁边是厢房。进来，怎么样？别说我没照顾你啊，这是本寺院最好的一间房间，留给你住了。我就住对面，有事叫我吧。嗯，哎，嘎哥，那个，对了，网上说这个寺庙是给鬼开的，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你花钱了还怕看不着啊？那我什么时候能看到？晚上1:50准时叫我，别晚了啊。着火了，到时间了。到时间就到时间了，你吓死我了！快起来。我说马哥，咱们一会儿能看见什么呀？你想看见什么就能看见什么。那么神奇啊！拿着，拿着。这什么呀？一会儿不敢看到什么，千万别让灯灭了，听见没？马哥，还需要多久啊？着什么急啊？快了。救命啊！知道了，知道了。马哥。今天晚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东西啊？别着急，带你去个好地方看。拿好。
是啊。这就是我们祥云寺的真相，每晚的斗鬼法会。白天人来此求神，晚上鬼到此求渡，这就是我们寺庙跟其他寺庙的不同之处。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或许真就是吧。你看他们一个一个的状态，就好像在梦里一样。他们来这里求渡，谁来渡他们？我佛慈悲，我们马家也替我活办这事儿。你？你看这个鬼，生前贩毒，制造假药祸害他人，死后就是这样。少说要在这待上30年，才能前往阴间接着受罪。那这个鬼呢？不孝父母，殴打发妻，死后要在香炉前打足自己36000个耳光，才能前往阴间。那这些人里面就没有可以帮助的吗？有啊，当然有啊。但凡生前搬弄是非、亵渎三光、破坏他人家庭者，死后就要到庙里用眼泪擦拭台阶。什么时候台阶能够反出人影，什么时候才算赎清罪孽。你每天都干这个吗？对啊，不过再有一年我也就不用干了。二勇，今天走的是风口还是下道？好了，那就牵黄牛。你哪来的牛啊？哥，你今天回来的挺准时啊。那是，这寺庙啥事我不知道吗？这儿。黄牛，你听话，驼铃喝脏水是你的活。拉上明铃头朝西，一路下道通彼岸，好好干。今天晚上能走的赶紧过来。临走前送你们一句话，一路向西莫回头，跟丢了牛你们也去不了，明白了吗？行了，时辰到，走啊。怎么回事啊？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就当做了一场梦吧。行了，替我把灯灭了吧。我操！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你他妈的！走不走？是牛魂，不走也是牛魂，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活着的时候就没钱没房，死了的时候还要受你们的欺负。我到底是有错吗？我是无辜的。什么屁话！你祸害他人性命，你还有理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你害了的人？他们招谁惹谁了？我才不管！人间遇见不都这样？为什么别的鬼能害人，别的鬼能找上门，我却不行？
还嘴犟？我打你！我孩子，我孩子才三岁，我死的时候我的孩子才三岁。其实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自渡的，只要救一个落水的人就可以。哎呀，如果告诉他的话就不管用了，这就叫天道，能救他自己的只有自己了。这就是我认识马天意的第一天，在这一天里，我的眼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我很清楚，祥云寺的秘密仍有很多，而这也让我对马天意这个东北神秘驱魔家族的传人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马哥，这里面是不是有僵尸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僵尸啊？那这灵堂里面是？小声点，这人死的时辰不对。算了，正常，走吧。哎，小马先生。哎，回来的东西准备好吗？现在都准备好了。嗯，第一滴血在鸡蛋上面。我？你们他儿子吗？啊。好。我跟你说，你拍可以，但是不要传出去，听见了吗？累死老子了。今天那些真的是僵尸啊？电影看多了吧？现在火化这么普及，哪有僵尸啊？那为什么死了的还会动啊？我不跟你说了吗？那个人死的时辰不对，再加上被什么路过的东西给抬了一下。抬了一下？嗯，猫眼老太太你知道吧？哦，就跟那个差不多，不过没他那么狠，顶多就是会站起来，要不就是走两步啥，没什么大事。哎，你跟我说这些网上真的查不到？当然查不到了，这是我们民间的故事，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哎，我觉得你们这些出马真的挺厉害的。我跟你说，马哥，你看我这样能当出马吗？有兴趣啊？嗯。我劝你还是算了吧，啊，毕竟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啊。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走路看着点啊！对不起，我赶时间。送你一句话，小伙子。啊？有些事情遇到了就是缘分，能帮就帮一下。还有，不好的毛病就改掉吧，啊？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姓马，家住祥云寺，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以到寺里来找我。啊，不用。这个人怎么了？没事，走吧。真不好意思，张大夫，孙大夫临时哮喘发作了，人手不够，只能找您了。咱们现在是去哪儿？是去山上的树林里，有人说看见有人上吊了。警察去了吗？没有。上吊的，这不胡闹呢吗？这个真他妈晦气，输了一晚上了啊，出来接了活碰见个单吊狐狸，给你打电话报警，咱们被耍了。我刚才就打了，但是什么呀？说呀。但是医院根本找不到来电记录，只知道是个女的打的。你瞎的，肯定是恶作剧。现在人啊，都闲出屁了。你说咱们就活该这么被耍？啊！瞎叫什么？痛了，真的痛了！动什么呀？风吹的，真晦气。再不还钱，我就去医院找你。喂，哎，川哥，华哥还在吗？啊，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来两把。你没时间不行啊，我这一晚上输了小20000了。哈，啊，对对对。行行，没问题，我现在就过去啊。张大夫，那这个，这什么呀？咱还真给这狐狸收尸啊？赶紧走，走啊！川哥，哪儿找这么个地儿啊？啊，够有特色的。喜欢吧？喜欢就多赢点。那必须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可折腾一宿了，这个我肯定转运。什么他妈破烂！一晚上一把也糊。想糊啊，有多想？只要能让我糊，干什么我都愿意。怕啥呢？不是我这，我这。我糊了，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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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哎，捉五魁，糊了糊了，给钱给钱！哎，一会儿别走啊，我请客。东周府里梅花香啊，
糊了，单调妖姬。来来来，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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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呀，愣什么呢？快点啊！输什么？你的面也就值这么多了。别赖账啊！喂，谁啊？婶儿，怎么回事？都这么快，小子孩子过来，找你想笑话了？啊？胡师，胡师，就是陈心没成功的野心亡魂。本来他们杜绝失败，只要有缘人救他们的话，就能活命。可这小子不走运啊。那是被人家讹上了呗。让他领堂子出马，重新修炼。那怎么办？还帮不帮？帮。那怎么帮？谈判。胡叔，人家想要出谋啥都有个台儿，咱这也是不是太随便了呀？咱这没那么多说道，总得有点道具吧？有啊，这有烟有酒的，实在不行就上这个，谈不拢大嘴巴子呼哑的。长得跟黑社会似的。我的天哪，瞧这卖走的至少得十一点多才到吧。嗯，那我去打麻将了。去去去去，你也单调去吧，输死你。什么？没听见外面闹钟啊？你说二友哥？对，就他，比啥都准。嘘，来了。
香，您来了。都有得罪，都有得罪，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三颗草科您受用，可爱成？您受用就成。按理说呢，您老来了，我们得七里街八里营十里都给您布下接风亭，热热闹闹把您迎。可是这条件也不允许，所以就准备了些哈拉气儿，管够管饱，有里有面，你看怎么样？少废话。我叫谢有音，是一名民间灵异事件调查员。2016年，我前往东北某地调查一宗本应该只发生在传说中的神秘事件。可没想到，我刚到那里，就被牵扯进一系列可怕事件中，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份古书说起。上了这个外界传说中十分灵异的祥云寺，因为我觉得这里反而比其他的地方更加有人情味儿。我原本以为我的取材之旅就会这样有惊无险的结束，然而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很少认真的。今天你很不走运，你让我认真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走不走？走不走？我走个屁呀！这鱼头是我先夹的。放屁！我更快。放屁是你快，鱼头是我的。呸！我呸！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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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他妈恶心。我说马哥，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不是说在我走之前请我吃顿饭的吗？是啊，这有鱼又有肉的，你还想怎么着啊？但是也有鬼。你知足吧，你吃饭不花钱啊？是是，不花钱，吃、嗯、吃。这鱼头都给你，多吃点啊！我不要。哎，你就快点吃点吧，要不然这一桌全被他给吐了。哎，真快！我觉得我这半个月太开眼界了。这才哪到哪儿？没事，小旭。以后有时间啊，就回来住几天。我们祥云寺啊，别的没有，就这事多。
我这些材料应该够了。我觉得你们真挺厉害的，尤其是马哥，我觉得没有你摆不平的事儿。那是那是，谁说的？他摆不平的事儿多了去了。放屁！我什么事儿摆不平了？咱庙里的那七位老大，你能摆平？什么七位老大呀？是庙里每天供奉的那七碗饭吗？你这眼睛挺好使的呀。没错，不过你知道那七碗饭供奉的是谁吗？神仙。是神仙倒好了，我告诉你吧，那七碗饭供奉的是邪物。邪物？具体的说呢，那七碗饭供奉的是连我们祥云寺都无法超度的恶鬼和妖怪。天哪，你详细点说。祥云寺是我们马家盖的，你知道吧？嗯。这些邪物呢，也是我们马家的祖先一代一代将其降服的。由于无法将其度化，所以将他们镇压在了寺庙的周围，然后再由家族人来看守。那七只邪物啊，最厉害的一只被镇压在镇殿下方，其他的分别被镇压在门口的石狮处、门外的枯井里，以及寺庙四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方。那些东西压在那安全吗？安全，当然安全了。也没什么担心的，就是有点忌讳，遵守一下就行了。什么忌讳啊？七碗饭，七根香，那是忌讳之一。毕竟嘛，不能饿着他们。其二，他们所在之处不能见血。还有呢？剩下的七个忌讳是秘密，不能告诉你。你这孩子哈，妈都说你多少次了，一玩水就感冒。你说你这不又感冒了？以后别老玩水了，听点话啊。大哥，早啊！啊，早。今天几点走啊？下午吧。啊。哎，二友哥呢？不知道啊，那小子一早就没起来，跟做什么坏事似的，一直躲在被窝里，动也不动的。那马哥呢？马哥？
小马哥，小马哥，怎么了？小马，你快回去看看吧，寺庙那边出事了。哎呀，哎，其他同志，这不关我们事，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那他怎么会在这？这我怎么知道啊？那昨晚上在哪儿呢？我打坐打坐去了。打坐？不，他探了之谜啊，探了之谜。对对对，他昨晚上是在打坐。是。那好吧，那你们俩跟我回去调查一下吧。哎呀，别！警察同志。江先生，你来了。秦阳同事，这事儿跟他俩没啥关系，庙是我家开的，我跟你们回去调查吧。那这样也疼，小马先生，咱们走吧。啊，那个能让我回去收拾一下，顺便再交代两句吗？那你尽快吧，咱们找着我了，我说咱们找回来。哎，是，咋回事儿啊？爸啊，去哪里啊？秦岭南那边跑了。这怎么会跑了呢？我也不知道，石头被挪开了。一定是二十他干的，这傻小子。这事儿也不能怪他，我刚才看了，金牌都已经老化了，这事儿也怨咱俩。这怎么办嘛？哎，对，要不要通知你爹和你姐他们？不行，除非我死了，否则永远别告诉他们。这怎么办呢？尽全力吧。信马，你听话，驼背拉力是你的活，你好好干。黄牛，你听话，喝水吸雾是你的活，你好好干。马头，你听话，牵马放牛是你的活，好好干。二友，你听话，跟你没啥关系，你给我好好报时，鬼来了就大声喊，听明白了吗？好干。我刚才说的你俩听明白没有？这次真的要看天意了，走其实你应该走的，但是我不想走，大友哥。大友哥，井里那个到底是什么厉鬼？尸体是他搬来的吗？他想干什么呀？告诉你也无妨，但严格来说，并不是厉鬼，而是尸妖。尸妖。天一带曾出现了一只害人的金羊鬼教，那鬼教终日滥用邪术
欺骗百姓。我马家祖先曾同他教门的一名道姑决战，那道姑一身邪法，厉害得紧。最后虽然被马家祖先所斩，但其邪气凝聚，更是头颅不腐，便修成了尸妖。当年马家祖先知道无法将其消灭，便把他埋进了祥云寺的枯井之中，只怕百年之后耗尽他的煞气。只可惜呀、那这个尸妖他究竟想干什么呀？这个孽障居然能把天意引走，一定是要向祥云寺下手。你是说他难道他想把其他六只孽障也放出来？这可就糟了。大友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不管怎么样，要吃到天意回来再说。李哥，咱为什么不能出去啊？外面有阴气和这道符镇着，那东西啊无法恢复所有的道行，但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回来，想办法的破坏这道符。那我们只要按照马哥说的办不就得了吗？今天晚上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所以你们千万小心。记住，10点以后不管谁敲门，开门就打，往死里打，听明白了吗？哎，一东西，恶心就恶心在它可以变换成别人的样子，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一会儿，甭管是谁来，咱俩就用这柳树棒，先给他一轮资本主义式毒打。这么残忍，那如果是马哥的话怎么办啊？哎，不会，这里呀、离橘子太远，而且他那事儿也不一定说得清楚。今晚就看咱俩了。你困了就睡一会儿吧，没事儿。我哪睡得着啊，我都紧张死了，你不紧张啊？习惯了。那听点啥缓解缓解。夜深人静而听得桥楼上鼓打三更，青烟一阵，院子里边来了一片黑云彩。谁呀？啊，赶紧开门，快点！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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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跑，快跑，快跑！我给你开门，啊，就是你儿子，你赶紧开门，是我。怼死他！开门！啊，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呀！有病吧？啊，是你啊！废话。
整整一百年，今晚上我要血洗江阴寺，杀尽马家人。因为马姓天意雷鸣，四方祖师与我竞天，和风仙家四我无畏，披荆斩棘，不惧惊雷，五族苏道，族民御风，谁来助我？请神。就这样，那只井里的尸妖终于被马哥消灭了，而我也结束了在这里半个月的取材之旅。祥云寺的晨钟暮鼓终会再次响起，等到我下次再来探望他们的时候，一定还会得到新的故事。马哥，
我这次来祥云寺遇到了你，好像冥冥中注定一般，这一切好像一场梦。佛说今生种种皆前世因果，世界万般事不过浮云，对神灵心存敬畏，对万物都行慈悲，得心安则步步生莲。